时候觉得好累，也会在孤单中流下眼泪。呜好了，就这些吧，谢谢。好，请稍等。你这每一次出趟差都会闹肚子，今天吃点清淡的吧，嗯。我出差几天，你怎么就把定金给交了呢？就不能等我回来商量商量吗？我不是给你打电话商量了吗？我说等我回来再说。你是没有看到楼盘营销中心的那些人，这是学区房，大家都想要小户型，等你回来再决定。85平的那个户型早就卖完了，再大一点就是120的，咱们家就买不起了。哎，你完了，把那钱都归拢一下。就那85的，咱也买不起呀、啊，攒了一辈子钱，眼见着就要退休养老了，你非要买这么个房子，以后还怎么过？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呢。再说咱们俩的工资加起来也不低了，退休了有退休金嘛。我都50多的人了，万一得大病了，哎，要是我得了癌症怎么办？哎呦，呸呸呸！不可能，咱俩身体都这么好。再说每年单位都会组织体检，要是你我谁出了意外呢？齐国庆，你没完了是吧？咱们就月亮这一个女儿，你是舍不得还怎么了？那也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吧。爸妈，妈，咱们家现在住的房子140多平，那够住了。我真不需要房子。那你结婚了呢？还能跟我们住在一块吗？以后月亮结婚有男方买房子。咱们把女儿培养得这么好了，还要买套房子做嫁妆啊？你看你这老思想，这不是什么嫁妆，女孩子手里一定要有套房子，无论干什么心里都有底。再说了，这是婚前财产，你懂不懂？不可能是嫁妆。妈，我真的不需要用你们养老的钱给我买房子，我这样压力会很大。你有什么压力？妈妈现在就在解决你人生中最大的压力。我人生中最大的压力就是。是，就像月亮说的，把定金转让了，反正小户型学区房好转。齐国庆，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是吧？金玉香，这家里大事小事，只要你高兴，怎么着都行。但这件事，倾家荡产买房子，不行。那我也告诉你，这房子我买定了。如果你不想买，那咱们就离婚分家。这房子我必须买，爸，你别生气，我妈胡说的。爸，如果你非要买，那就离。哎，爸，爸，别管他，惯着他，坐下。要不说。爸爸也就那么回事儿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对子女好的只有当妈的。妈，你说话太过分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不能张口闭口就提离婚。我跟他过了一辈子了，我还不知道他。
他想跟我离婚，好啊，只要他真想离，我随时跟他去民政局。谢谢。行了，菜也来了，咱们吃咱们的。你爸说的话别当真啊。还有妈妈。哎，对了，你的户口页呢？我忘了。你说你这个脑子你能干点什么？没一个让人省心的。妈，吃这个。还是女儿好吧，这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，她就知道你爱吃这个。妈，你也多吃点，下午还要上班呢。哎，老刘来电话了，说呀，咱们灿灿昨天上班啊，那博物馆没有结婚的小伙子高兴坏了，说下半年还要拍宣传片，让灿灿出镜，做门面。你穿这身制服，挺好看的。就工作服。你把这身衣服穿牢固了。今年呢，可能来不及了。明年啊，争取考个市里的公务员，这样你们管理也愿意要你啊。嗯，我考虑一下。哦，我之前学习就不太好，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啃得动书包。你原来学习不好啊，是因为拍广告、拍电视、电影啊耽误了。你脑子好用，记东西快，这些死记硬背的东西你肯定行。是啊，咱们呀不一定非要做明星。再说之前你已经给家里赚了两套房了，车咱们也买了，存款呢也有一点儿。我和你爸呀开个小超市，赚的够我们花。也算是你让我们过上好日子了。咱们家呀，没这大富大贵的命，这样挺好。哎，挺好挺好，知足了啊。嗯。你现在这样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回头有人要是问我你女儿在干什么，你妈这腰杆子也能挺直了。少说两句，让灿灿吃饭，下午还上班呢。哎，那么巧，孙杰妈妈，你认错人了。认错人了？哎，你搞什么？我姑娘还没结婚呢，什么妈妈不妈妈的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她跟我一个认识的人特别像，认错人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妈，你别生气了，我店都关了。啊，好了，以后啊，咱们重新开始。听妈的，以后我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好，好，好。好，以后我跟你爸就看你表现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吃吧，吃吧。我的肩，我给你吃去。哎呀，你别碰我！你去联谊好了，你明天都别来了。我给你做。哎呀，别碰我！就是我宿舍几个兄弟拉我过去充个数，我发誓，我就是去吃了个饭。那你还去唱歌了呢？要不是从你朋友微博上看到，你就打算骗过去是不是？我就是唱了个歌。你走吧，你看到你就。你什么时候回啊？我哥把他妈妈和妹妹送到酒店，然后就来接我。王者荣耀你玩过钟馗吗？没有啊，我勾不准。怎么了？里面有句台词我觉得特别好。哪句啊？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桶里。过分啊？怎么就垃圾？过分？我怎么过分了？
我就是把游戏里的台词说了一遍嘛。怎么了？你把谁给自动封为垃圾了？哎呀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过分。垃圾，垃圾分类人人有责。请问要点什么？我找何子秋。哦，在呢。你是小橙子。你好，我哥说你做了生日蛋糕，我妈让我来取。不用特意来拿，我晚上给他带过去。不用了，给我吧。啊，不行，你去那个后面把那个双层蛋糕拿一下。咖啡行吗？多少钱？不用给钱，我请你喝的。我是问蛋糕多少钱，蛋糕也不用钱。我妈说了，必须要给，毕竟你是做生意。多少钱？那你回去告诉一下你妈，我给凌霄做蛋糕不用钱。来，小心点儿。我妈说，如果你不要的话，就让我随便给。谢谢你的咖啡。这么多。现在国内变化真大，发展的真好。你说出门都不用带包了，买什么东西用手机就行了。就是你现在，你说去哪儿都没有在国内好哈，哎，治安也好。嗯，就是今天去鼓浪屿，我没想到现在这么多人了鼓浪屿。好在我儿子想得周到，还特意帮我租了个轮椅推着我。那是。我儿子多孝顺，嘿，海潮做的菜比这儿好吃多了。我们家每个人过生日都是他做菜，在家过。我觉得今天你这不是浪费吗？这不是给孩子花钱，那能叫浪费吗？还不都应该的。是我们之前是经常在家过生日，我做，孩子们都爱吃我这口哈。但在外面吃也好啊，环境好。你看这球啊，灯啊，好看啊。小哥说他来不了了。啊？怎么来不了了？他说他那个酒店餐厅临时有工作，然后就去工作，就来不了了。哟，不是早上还说带蛋糕过来吗？蛋糕我已经拿回来了，在餐厅冰箱里。现在要服务员拿过来吗？你拿回来的？嗯，拿回来了。我已经给过钱了，你放心吧。是我让给的。子秋开店做生意也不容易，应该给。来，扶妈起来。你要去卫生间吗？啊，你先坐。海潮啊，嗯，我敬你。哎，你坐下，坐下听我说。哎，其实这么多年，我有好多话都想跟你讲，一直没有机会。哎呀，我年轻的时候吧，做了很多错事儿，当然我们家这点事儿你也都清楚。凌霄他爸呢？向来都是个不管事儿的，养孩子费心，磕了碰了，冷了热了，洗衣服做饭，这真不是给点生活费就能扯平的。所以我知道这些年你辛苦了啊。林和平啊，向来都是个甩手掌柜，之前呢是甩给我了，我一走就甩给你了。所以我们家凌霄现在能长这么好，
真是多亏了你，我要好好谢谢。哎呀，别跟我说谢，哎，我这些年也把凌霄当自己儿子，当自己儿子，毕竟不是真的自己儿子，所以我才觉得你伟大呢。我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你。来，谢谢你啊，我也不会喝酒，就拿果汁当酒吧，好吧？意思意思就行啊，我也意思意思。和平啊！啊，我也得敬你。哎，我就算了，我一甩手掌柜的，你敬我干嘛呀？这算了算了。你也别不高兴，你呢是一个不管事儿的爸，哎，而我呢是一个累赘的妈，咱们俩就谁也别嫌弃谁了，好吗？我今天要敬你啊，主要是想跟你说，咱们这爸妈以后能不能多为孩子着想？当然，我这个累赘的妈，首先尽量不给儿子添麻烦，尽量多照顾他，多帮帮他。咱们一起努力，好吗，和平？嗯，你这话我爱听。哎，为儿子着想，少给儿子添麻烦啊。喝了。今天是我们家凌霄27岁生日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你们能来。哎，对了，橙子，去把那蛋糕拿来，咱们开始切蛋糕吧。儿子，生日快乐。你跟我哥在谈恋爱？你不是看见我们牵着手了吗？牵手才不算谈恋爱，你们到底是不是？是，我们是在谈。谈了也白谈，反正我妈不喜欢你。你妈跟你说的？我自己看出来的。那你问我这个干嘛？因为我也不想你做我嫂子。不想就不想呗，你开心就好啊。我说我不喜欢你。我也没有很喜欢你呀。哼。今天辛苦大家了哈，回头见。需要你啊。嗯。你知道刚才说话什么意思？啊？哎，感觉儿子是他一个人的，咱们这么多年就是替他给养大了。哼。小哥做的生日蛋糕，他还让小橙子把钱给付了。就是，你说他干的什么事儿啊？这子秋心里指不定怎么想呢，你赶紧跟你小哥解释解释，啊？嗯，赶紧把车开来吧，他送小金回家。哦哦哦哦。你之前还说陈婷对你挺好的呀。挺客气的嘛。人家对你客气，你就觉得人家对你好。小哥让我赶紧回去了啊，我就去前面打车了。你们俩一会儿自己回去，别绕路啊，拜拜。送你一下吧。明天早上，你舅舅来接我们，我们就直接回老家了，你就不用管了啊。你什么时候回新加坡？我给你们提前订机票。这一次回去，有好多亲戚要走动走动，可能不会太快，
3、4天、5、6天都有可能。要回去这么久啊？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你是没回去，不知道那儿有多好玩。小的时候，我和你舅舅还跟着渔船出去海钓过呢。可以海钓？你感兴趣啦？好，那我让你舅舅带你出去玩啊。我给你订下周日的机票吧。也行，反正我们在这儿也挺给你添麻烦的。你就这么急着给我们订票，把我们赶走？我在给子秋发微信，他问我什么时候到家。你不应该让橙子给子秋钱。我是觉得人家是做生意的，都不容易，咱就别再给人添负担了。Surprise! Happy birthday! 快，先过来，先许愿，许个愿。来，许的第一个愿望必须是我发财啊！来，好。一愿，祝子秋发财。二愿，全家健康。三愿，全家平安。你看看哥许的愿多么朴实！我不需要朴实，我现在面临创业失败，好吗？来，吹蜡烛。一、二、三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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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，跟盘子。我还以为你趁一晚上气呢。至于吗？我不过去，就是怕吃饭跟吃石子儿似的，还不如等你回来，咱们仨一块切个蛋糕。没有啊，托陈婷阿姨的福，我们吃的特别好，反正我挺开心的。你就知道吃啊！这块蛋糕不用给我钱了啊。哎，之前的蛋糕钱还给我。想得美，1000块呢。切，小屁孩挺有钱啊。来来来，切蛋糕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嗯，放工呗。有一瞬间，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进入了像爸爸那样的大人他们的世界。通往那个世界的钥匙叫做忍耐，忍耐，忍耐。西姆洛克说，忍耐之草是苦的，但最终会结出甘甜而柔软的果实。我爸和我妈昨天都吵成那样了，我怎么敢不上教育？那你爸妈要离了婚，你怎么办呀？他们昨天是吵架吵着急了，胡说的。不过我真没见过我爸那么生气过，我爸平时脾气可好了。哎，我在网上看研究说，这男女离婚，男的争房子，女的争孩子。你爸还是跟钱比较亲，那当然得有钱过日子了呀。但是我爸要是不给我妈拿钱，我妈也没办法。嗯，那你总这样逃避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你要么妥协，要么抗争呗。我这次真有抗争，我没有把户口本给他。你这也叫抗争？你这从根本上还是叫逃避。那我不是昨天不敢说了吗？那你去北京的报告打了吗？我是觉得我家里最近一团糟，所以我想把它弄清楚了之后再说。你看看，你看看你，天天抗争抗争，你不是最后也妥协了吗？哎，我这可不是跟父母妥协，我这是跟命运妥协。没妥协之前吧，觉得人生哪哪都是坑，这一妥协平坦了。父母关系变好了，我内心不纠结不痛苦，朝九晚五轮休加每周闭馆一天，哎，像这样敷着面膜，简直美滋滋。李芊芊，嗯，你们知道吧？我才去管理2天就有人追我，还是个小领导。
李尖尖，你怎么没进大彩的呀？你肚子不舒服呀？这个陈婷阿姨请的饭果然不好消化呀。你要不要去门诊看一看啊？哦。我的身体就像狗一般的恢复力，一定能消化掉。我忍。你别瞎热血了，我一会儿点的酸辣粉，你还能吃吗？哎呦！哎。赢得去。这边也没什么吃的，喝点茶吧。哎，行，你别忙了，别忙。你想说什么就说吧，总不能真的只是来给东东送点吃的吧？我就是给东东送吃的来了。其实吧。这两天就因为你，我这吃不好睡不着的。因为我？哦，我不是那意思啊，我不是因为你，也不是，是因为你，但，哎，反正不是那个意思。好，您慢慢说。啊，是这样，就咱俩年轻那会儿啊，交往啊，其实也没太多的交流，所以呢，可能不是彼此那么了解。那这些年呢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，哎。挺自私的人，但至少还是一个坦诚直率的人啊。最近我仔细琢磨了琢磨，怎么感觉你一句实话没有啊？我记得你说你特别疼子秋，那你就不应该是因为说自己就生活困难点儿、很艰难就不要孩子了，就不管孩子了这。那你当初你生他干嘛呀？再说了，那你要是一个自私的人的话，那你应该想方设法把子秋认回去啊！你不应该把他往外推呀！你想，你要是特自私，那东东这么个外人的孩子你都那么照顾，那何况子秋呢？这说不通嘛！
所以我不管怎么着，今天我就想听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你给我句实话。你要实话？啊，实话。小李啊，哎，你带东东到外面玩一会儿。好，东东，我们到外面玩去。那个，我跟你二姨夫啊，过两天就要出院回家了，所以说你放心。你也要多注意休息。虽然说赚钱重要，身体更重要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二姨你回去吧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再送送你。二姨，你是不是缺钱了？啊，钱够，够。嗨，有什么就说什么嘛。那二姨要说了的话，你别嫌二姨多嘴。不会。前两天呢，你妈妈过来看你二姨夫了。哦，她过来挺正常的，姨夫生病了吧？你见过她呀？嗯。什么时候见的呀？你怎么没跟二姨说？嗨，就没什么好说的嘛，就前段时间见了一面。他有了新的家庭了，生了个儿子，以后应该没什么机会再联系了。他结婚了？嗯。没跟我说呀。这有什么好说的呀？大家都各自过好彼此的生活，是不是挺好的？以前啊，二姨总是劝你好好孝敬你爸，把你妈给忘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对于那个时候的你来说，那是最好的，那也是你妈妈的心愿。知道二姨，你是为我好。你不也总说吗？毕竟我不是老李家亲生的，所以我要是老想着他，也惹我爸不高兴。不光是这样，子秋，你别恨你妈妈。你妈呀，真的是挺可怜的。你想啊，你是你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你妈怎么可能不疼你呀？哎，你还记不记得，以前啊，我们一说你妈不好，你就不高兴，你就跟我们说呀，哎，我妈最疼我了，记得吗？不太记得了。你看你这孩子，你妈那丢下你不管，那是之后的事儿。你小的时候，你妈怎么对你，怎么能不记得呀？二姨，你怎么老跟我说这些事儿？之前不是还是你跟我说让我把他忘了的吗？你这，二姨让你忘，你就真的忘了呀？你以前怎么没有这么听话的？你妈是把你丢了不管，但是她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她性格要强，从来不当人软人面哭。当她决定把你丢给你爸养的时候，我去牢里看他，他那眼睛哭的肿的跟桃子一样，想你想的每天都给你写信，又不敢寄出。阿姨，什么叫你去牢里看他？怎么回事？二姨，我妈什么时候去坐牢了？二姨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你先到医院开个药，到时候我赔你医药费好吗？我不要医药费！别呀，别呀，你不要，别呀，别呀！本来他就是过敏，而我呢，也就是帮忙。谁想到我和他都这么倒霉？他倒在地上，
后脑勺磕在台阶上，就那么没了。当时我到深圳还没有两个月，没见过什么遍地黄金，就过失杀人罪判了4年。这怎么就会遇到这种事儿了？警察让通知家属，老太太肯定得瞒着，只能让贺兰偷偷过去。我怕她说漏嘴，所以就写了封信让她带给你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姐妹俩竟然给我瞒得严严实实的。如果说实话，你还会收杨子秋吗？会呀，会。我知道，所以，我只是为了子秋。孩子做错什么了呢？生下来就没有爸爸，后来妈妈又因为杀人坐牢，我们倒霉也就算了，怎么孩子也跟着倒霉呢？还不如跟他断了，让你更安心的把他当亲儿子养，他也能安心的在你们家扎根。最好就当世界上没我这个人了，让他把你忘了。可是贺兰跟他说那些话，都是你让他跟他说的，是吧？你糊涂啊！你以为你让子秋认为你不要他就是为他好吗？我也知道不好，但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好的。而且你也能安心，不用担心白养他一阵子。哎呀，我养子秋我不是为了安心，我也不图他什么将来回报我什么。我养我女儿也一样，只要他们开心快乐健康就好了。我要什么吗？这别人都说我把子秋养得很好很好，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他心里他缺一块，就那一块不是说我给他做多少好吃的，我对他多好他能弥补上的，就那一块只有你能给他。缺了就是缺了，谁也给不了了。我以后能为他做的，就是不再给他添麻烦。怪不得呢，我一直就觉得奇怪，我说子秋这性格到底是随谁了？自作主张，什么事都自己扛着。不对呀，他妈挺洒脱一人呢，多想得开呀。今天我算是明白了，还是我不了解你，他还是最像你。还是像我吗？如果你觉得你亏欠他的话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弥补一些，啊，能补一点是一点。你真是个好人，这要是换了别人家，别人家那是别人家，我们家是我们家。子秋有知道事情的权利。我现在就打电话告诉他。
听我的。贺兰。变成小花猫了，等我长大了，买好多好吃的给妈妈。买什么呀？买包子，买大龙虾，还买大彩电。这不都是你想要的吗？妈妈，那你想要什么？想要什么都行。真的什么都行？嗯，什么都行。那你别生病，乖一点，别变成坏孩子就行。行，我听话，但大龙虾、大彩电也给你买。好。就让我成为海洋，那些看似束缚，却关于爱的美。就像是。